啊，回去也可以试一下。比如说，它也是多国语系，繁中的哈。那繁体中文一种界面，那英文一种界面，你可以从那个上面这边去做切换，有没有？OK，那这个我前面有讲过怎么去制作哦，这个部分就不赘述。那其他的话就方法就是说，自传资源档这边有，好，要把它加上去，中文的、英文的，好。那不过我印象中这一题如果是到考试的时候，它不是全部都空的，它有一些已经帮你加上去了。包含就是说，中文的那个自传资源档跟英文的自传资源档都有了，你只要怎么样把它填上去就可以，有点像填空题。那至于那个答案部分呢，程式部分要怎么撰写？比如说像这个 spinner 有没有？怎么去加哦？这个我想这边有画面，你们可以再实做看看。也就按下去，它能够跳出什么110、220，好，那个部分的话，可以从这边去做设定，prompt 跟那个 entries 这边可以把它改一下。那还有就是它相关的 source，包含就是宣告画面上面有哪一些东西，连接哪一些。那实作的话呢，我们事件有两个部分要实作，包含就怎么样？当我点了什么？点了 spinner，那 spinner 特别注意一下是 set on item select，它的listener 是一个叫 select item select 的一个 listener，那会传过来一个，它点了哪一个？从哪一个部分呢？从这个。它的资料形态是 int arg2 里面去判断，如果等于零的话，表示是110，反之的话就220。那另外的话，按一下那个按钮计算的话，这边有相关的功能。